爸妈总是爱比较，别家的小孩比我好。说为什么亲戚的小孩为什么都那么会念书，为什么我生的孩子都不会念书？人家同学呀，成绩好，人家以后升学什么的，以后的成就一定都会比他好。妈妈现在还会不会拿你跟别人做比较？会啊，拿我跟我的长官做比较。那他现在怎么讲？你可不可以再升上去？不要说到鞋底吧，你就听过你的长官就好了。今天晚上九点钟，爸妈熊很大。